我小学四五年的时候，带他们去五星博物馆，就是博物馆，免费让看，我看足欢喜。啊，囡仔时受着这个影响哦，足大。而迄个时阵就是讲有一日，我若有才调，我去进博物馆。这博物馆哦，不是为了小时候的人，这是为了大众存在。 介意的物事，我就算会甲你看吼，无在，我这是开去，永远互大家大众了看，互大众大家当了看。所以，会当去一间博物馆，住一下，我用一下，我大家欢喜，我就欢喜，就感觉讲，囡仔是愿望有当达到。 这真重要，我就希望讲这个博物馆哦，不是短时间。我种下这个种子哦，开始是一粒芽，但是基材这个种子会当，永远让后代人来享受。